我是家乡是苗栗县，我来自台北是50年了，用过锅子就是很多，就是用的都不太理想。后来我孙女现在有一个同学，他说从那个马来西亚过来，有一天在讲说煮饭什么什么都在讲起说他们家里都在做铸铁锅，我就好奇就问说那你要铸铁锅是多大的好不好用，曾经用过白铁的，说辉姐广告的那个意大利的，还有牛头的什么我都用过，平底锅什么锅都用过，那现在接触这个就这个好用，快炒团热很快，煎的很好煎，白铁也没有这么好煎，油量少，省油，清洗很好洗，比白铁好照顾多了，也不需要什么保养了，就是知道用了以后你知道就是很好保养了，刚开始你不会保养就是怕说会生锈会什么，你就给它晾干擦油，刚开始几天了再过来就不用了，晾干就好了，用的就很习惯，用很好用。我也用过铸铁的什么那个茶壶啊，我用过啊，比较知道好用。我就介绍我妹妹说用这个你会很喜欢去炒菜